来，我们来看第一大题。下面叙述正确的在刮胡里画圈，错误的打叉。好，第一题，18.16读作18.16，错，这里要一，所以第一题错。第二题，30.07记作30.07，这是对的。第三题，85%是85个0.01，合起来是0.85，对的。第四题，0.39就是39个0.01，零点零一又以分数来说，它就是1%，不是1/10，所以这题是差。好，我们来看甜甜看，2.85、3.15、3.25，是不是数字就越来越大？然后它们都是差在十分位，它比它多0.1，好，所以它也要比它多0.1，所以这个0.1扣掉就变成3.05。然后呢，这里哦，3.05再扣掉一个0.1，或是它加一个0.1，因为越来越多嘛，所以加一个0.1就是2.95。那这里呢，再加一个0.1，3.35，3.45。再来3.55，好，9.88，9.9，那差多少？那我们就用9.9减掉9.88，这里补零，它不能减它，跟它借，它剩下八，好，十减八，二，八减八，零，零。意思都是差0.02，前面的要加0.02，就会到下一个，再加0.02，再就会到下面这个，它是越来越多，有没有？9.98，这里才9.88，那加0.02呢？好，0.02就要加起来，好，加起来就是9.92。再加0.02，就是9.94，所以这里是9.96、9.98。那这个是不是扣掉0.02？它要往前的话是减0.02，往后的话加0.02，所以往后是加0.02。往前是减0.02，所以我把这个0.02扣掉，就剩下十。好，3.58是几个0.01和几个0.1和几个一合起来的。好，我们看0.01，百分位八个，0.1十分位五个，几个一三个一。好，看一下，7.63的个位数字在这边，这里是十分位、百分位，所以个位数字是七，十分位是六，百分位是三。5个0.1和6个0.01，5个0.1就是0.5。这个是0.06，好，0.5加0.06就是0.56。0.01的100倍，意思就是100个0.01。好，
百个零点零一，一张纸，这个叫做一，我们叫它一。好，如果把它分好多个好多个，分成一百个，一百个一格，这其中的一格叫做零点零一。那我把它分成一百格，它有一百倍，就是有一百格的意思。一百格零点零一，是不是又是一张？所以它就是等于一。好，十个零点一，好，十个零点一呢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往前写。好，十个零点一，就然后小数点对齐，那叫做一。好，这里有一。好，七十个零点零一，刚刚说这里一个叫做零点零一。然后两个叫 0.02， 然后这有100个，那70个 0.01， 70个 0.01， 那就是有70个，那就是 0.7。 好，这里就是 0.7， 那1和 0.7 合起来就是 1.7。这里呢，我再讲一次，这边有一百格，一格叫做好小数点。好，这是个位，这个十位、百位。好，这里这个十分位啦，这个百分位。好，这里分一百格。那一格叫做 0.01， 两格呢，好，一格叫 0.01， 我们就这边写 0.01。 好，它对齐百分位，因为它100格。然后三格呢就是 0.03， 那70格呢就是 0.70。 好，这有两个位置让我们写。好，85格就是 0.85， 99格呢 0.99，一百个呢，那就是一百张了嘛，那就是一个一，就是一，就像这个就是一，它就是一。一个数的十位数字是三，个位数字是零，十分位数字是零，百分位数字是三。好，十位数字是三。个位数字是零，好，点小数点。十分位数字是零，百分位数字是三。好，75个零点一，75个0.1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子五七往前写，点小数点就是7.5。好，236个零点零一，也是一样，六。三二点小数点，这样，那合起来，那就是7.5加2.36。记住加减的时候小数点要对齐。好，好，6.89，9.86。好，1%。就是像这个分成一百格，分成一百格，里面的一格就是它一张，这一张把分成一百份里面的一份，叫做分数叫做1%，小数叫做0.01。好，1%用小数记作，它就是0.01，所以这就是0.73。这就是73个0.01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把下面个数按大小顺序排列。大小，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这边大，开口在这边，这边要大。我们先看整数，一小数点的左边，它最大，二点一最大，所以它最大。
在这个小数点的左边就是个位嘛，它个位是2，它是0，它是0，它是1，它是1，它是1，所以它最大。再来比这个1、1、1的这三个个位都是一，那我们看十分位，3、0，好，它点小数点，那这里就是0，所以是它，接下来就是它比较大，好，1.3。比完了，再来看这两个，1.08，好，我这边再补一个零，1.00没有的都是可以补零，好，所以1.08、1.00就1.08比较大。接下来这就是一，再来换这两个来比，个位都是零。好，十分位一个八，一个九，好，九比较大，它就比较大了。最后就是0.85。再一题哦，再试看看哦。好，个位，个位，个位，好，这是零，零一定是最小的，它没有。好，个位，个位，一零。一二一啊，这个个位是二的最大，2.8。再来找个位是一的，一这三个好，个位是一就不要比，我们比十分位，三零零，所以这个三比较大，就是1.38。再来这两个。1.03、1.01，就是当然是1.03比较大咯，再来就是1.01，然后剩下再来就是0.97。好，接下来看数，在数线上做看看。标出5.3和6.8，好，这就是十分位，五和六，这样子是一，把它分成十格，一格是0.1，所以5.3在这里。6.8在这里。这样子也是一，所以是分十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格就是0.1，那就是6.1、6.2、6.3、6.4、6.5、6.6、6.7、6.8。好，从5.3往右移九小格，会停在哪个数？好，从5.3往右移九小格，往右。一九小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在这里是不是6.2？好，所以算是5.3。好，你看往右移一格，就是加多少？加0.1嘛，这一格就是0.1哦，好，一格是0.12，九小格。就是0.9，不要写九哦。好，你看5.3，再来5.4、5.5，对不对？都是十分位，这里再多一的。好，等于5.3加0.9，二一加五六，好，等于6.2。答案。6.2，从6.8往左移九小格，会停在哪个数？6.8往左移九小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
9，好，在这里，这里就是 5.9， 所以往左就越来越小，要用减的。你看 6.8， 然后 6.7， 那是不是 6.7 怎么来？是不是 6.8 减掉0？